我说要给女儿买一个那种大的钢琴，等她长大学弹钢琴。儿子就吃醋了，说那个 piano 那么贵。我说那你的 saxophone 呢也很贵啊，是不是乖？他这么小都知道吃醋了。今天带儿子来拿他的那个 saxophone 了，这 saxophone 那个吹一段时间要调一下音。哎呀，我一进在这儿哈，我迷茫了，忽然觉得音乐的世界太美了。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来，全部都是乐器。看那边，全部是萨克斯风，还小提琴。拿着吧，乖，走吧。哎，看，这些全部都是。还有这是书，这就是知识的海洋啊！看看，哎，这边也是，还有架子鼓。吉他，哎，杨女婿还有好几把吉他呢。我应该也选一把属于自己的乐器，然后来学着弹一弹。他这边好像只是负责维修，然后回收二手的，他好像不卖。我们就是来这儿调音呢，看看这个，漂亮吧？哦，这个是 for sale， 这个是应该是二手的。他们估计回收的，然后又拿出来卖的。这多少钱？$19,995。啊，这电子琴，这都很老了，这个是，看看。OK， 走吧，带你去 Sam's Club， 我们再买一点吃的。又看到这个万圣节的装扮了，这个恐龙太震撼了，这个恐龙。下个星期儿子要跟你的好朋友去那个 Cedar Point 是吧，儿子？对。嗯哼。妈妈需要买那个 toilet paper， coffee。然后还要买那个 banana， 还要买什么？妈妈得看看那个，我记得那个单子。买了一箱芒果，买了那个什么 apple size 苹果汁，它那苹果汁是现榨的，很好吃，不是很好吃，很好喝。咖啡在哪儿呢？我都忘了，在这儿呢。它这个是星巴克的咖啡。弟弟不喜欢这个。爹地喜欢这个牌子，爹地喜欢这个 Dunk Donut 的，我也喜欢这个牌子，很香。这个 Dunk Donut 的这个甜甜圈在全美都很有名，所以他们自己生产了这个咖啡啊什么之类的。走吧，那乖乖，妹妹不跟我们在一起，是不是感觉很轻松啊？我们刚才去拿儿子的那个 saxophone 的时候，然后我说要给女儿买一个那种大的钢琴，等她长大学弹钢琴的时候，儿子就吃醋了，说那个 piano 那么贵。我说那你的这个 saxophone 呢也很贵啊，是不是乖？还这么小都知道吃醋了。How much is that saxophone? Five, almost $6,000。还是没有那个大的钢琴贵是吗 ？No, I don't know. 好啦，你现在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了，我们可以回家了是吗 ？Yeah. OK. Yeah. 今天回到家吃完饭要练习那个 saxophone 呢，阿乖。Mm-hmm. 你去那个 camp 出去玩了几天，然后回来那个 saxophone 呢又不好用。他那是那个头要调音弦了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几天都没有练习了，吃完饭回家练习练习，好吧 ？OK， 妈妈乖乖的安顺你，是不是啊？乖乖的儿子，阿姨们都夸你又帅，说你又帅又乖又懂事，是真的吗，儿子？嗯。给妈妈看看。你长大了，你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了，开始扫呗，就这样一个一个扫呗。咱们没有很多东西，今天
昨天去了趟中国超市，买了很多东西，所以今天过来搭配一些牛奶之类的。昨天去中国超市还吃了中餐。哎呀，从中国回来，昨天是第一次吃中餐，然后又去超市逛了一会儿，买了一些东西。新的呀，乖乖。No。可以回来吃饱饭了，开始练习。嗯。